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磊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玩这《火影忍者究竟风暴4》，然后主要是玩今天玩这个蛇斗篷兜啊，就是披着一个斗篷，它的这个斗篷叫蛇斗篷啊。啊，我们来看它的技能啊。先看它，哎呀，什么鬼？啊，这好多老蛇啊，这是比大蛇吧还多蛇。什么鬼？蛇斗篷里面都是蛇。这是上段攻击，啊，我们看下段啊。哇，啊，蛇是从那里面斗篷里面莫名其妙跑出来的啊！哎呀，防御加 B 啊！哎呦，居然转个身把他拉过来啊。哎，转个身从屁股后面冒出个老蛇啊，歪歪病。哎，通灵不可，我擦，迪达拉什么都招出来了，我擦，这小不是都死掉的小都给他招出来了。这个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啊！现在有三个，有谁？还有谁？就知道那大蛇丸能把那个谁啊，一二代招募出来了，他这个也能。哎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这觉醒或者什么啊，连招。安迪里面的啊，哎呦，这最后一根，那边应该是谁啊？最左边那个切还是谁吗？不管他了啊！你手奥义没什么特殊的忍者奥义啊，还是一样的，还是通灵术。妈妈的呢？觉醒然后啊，是什么样的？觉醒是把帽子给脱了而已哈，有什么变化？看普攻会不会变啊？普攻没变化啊，攻击是都没变化。上段攻击也是没变化，那基本上下段攻击也不会变化啊。哎呀，防御加 B 也没变化。植物还是这样的，消。外币，这个外币有点像手游那个大招了啊，不过很快啊。哎，这个左右键是什么鬼？啊，招老蛇啊！左右可以招老蛇。这老蛇有多远？哇，这么大一只老蛇，我们站远点啊！看也能跑多远的老蛇。飞，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哈。这个椅子能不能把它拖掉？哎呀，这椅子打不掉了。这椅子还这么坚固啊！哎，我们直接去打一架，是吧？就快电脑打了，没办法，这个没法联机啊。
属于网上下载直接是免安装版的，就是相当于破解版，没有连线功能。哎呦，居然打这个九喇嘛军人啊！我储存呢？这还是做了人妻以后的储存哈、啊，这生了孩子以后就不一样了。做了人啊，生了孩子以后打的那么厉害啊！哎呦，还会跟踪哎，这个技能。哎呦，这最后一个不认识了，前面两个迪达拉还有个幼儿，那个不知道是谁的，幼都能给他招出来啊！这个被转身好像谁都能护，我有衣服都打爆了，可惜什么都没看见，我觉得还是很完整嘛。有一定距离啊。哇，什么鬼？你这么多人，哇，生了孩子这么暴，还崛起呢，我看。哎呦哎呦，好暴力！生了，我操，这个姑娘都跑出来了，我操，这个谁是八尾的？刚好连到啊！一声惨叫，倒在我面前。我操！居然用的硬出来翻了，这么多雷什么？这么多折手，有点像红豆啊！帅气的刀！哇哇哇哇！三下！这个不是凝视吗？疾风凝视你的刀是对吧？哎，我操我操！直接要死了，觉我还有觉醒的书，把这个换出来，砍死你！哦，别太俏丽。啊，我已经结理解六道真理的人就是我。中毒啊，忍術の純粋な真理、そういうものに興味は。后面那个老子还在这动呀动呀，是吧？啊，我们现在是玩这个正经一点的药师兜，对吧？正常一点的啊。这两个都不正常，长得都奇形怪状。啊，今天就到这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点点点赞。